补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好，看128页。再来呢，升起性恶无以想，那他这边呢，还有十诵呢，前有方便除以想，比如说这个净想啊，什么叫净想？我去到这个犯戒的境界，我先要杀人，我要偷盗，我要偷盗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境界，本来我们偷盗都是人的境界嘛，杀人，人的东西，现在你要偷盗的时候，这好像不是人的东西啊，这人家不要啦，或是这个怎么丢在垃圾桶啊，这怎么是老鼠的洞啊，还有金子啊，这是老鼠的，不是人的，偷了。这个境界呢，让你转想，这是人吗？还是不是人啊？那所以在升起力，他讲啊，如果这个是性恶的，就是他体性本来就是恶的，那个没有怀疑的想，或是呢你前有方便，你除掉这个转想有疑惑的想，那这些都有呢判罪轻重的不同的时候啊，这个就跟四分力不一样了。所以再举例，四分力呢，除破身、淫，还有酒，不开疑想，余戒通开。你有怀疑的那个转想啊，破身你没有再开转想啊，除破这个身的那个，或是你淫戒呢，你也没有开转想啊，这是女人吗？还是不是女人呢？啊，这不是女人，他没有开转想了啊，这是道啊，还是非道啊？是正道了，还是不是正道呢？哦，就是男女二根呐、啊。你开转想，他不开的，你只要呢一入就犯众戒了啊。喝这个酒呢？也是一样啊，不开转想的啊，其他的戒都开啊。你说我喝酒啊，这不是酒啦，这是水啦，喝了啦我也不会醉啦，所以我喝酒不会犯啦。它本来就是酒，你怎么样想都是酒，喝了就犯，没有再开转想的。其他的戒它有净想的开源啊，所以这边讲啊，上病此轻他重，此轻就是四分力比较有开转想比较轻，其他的部力有些比较严格，不开转想，不开有怀疑想，所以就是呢各部力呢有不同的主张，所以这个教门呢，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话呢？这一篇呢，这一门呢，就是在讲呢，所以这边有一个问答，说问啊，此旧当中以变心意，我们现在是要讲说，就四分律来呢，分辨呢，为什么要自戒兴起的意义啊？
为什么纪律会有这样的差别复杂啊？用四分律来看的，现在你怎么用五部律来做比律呢？证明啊？回答：此举群中未显四分。现在就举出呢，各部律来看四分律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所以这样有不同的时候呢，你机务不同啊，那你在戒律里面它的楷定呢就复杂了，因为不同啊，收戒呢有些规定也不一样啊，犯戒也不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个呢在戒律里面呢制定为什么会有兴起啊，这个义理就是因为各个地区的众生根基不同啊，他有些判轻重呢也不大一样啊。好，再看第五，以四法相对。四法相对就是指词跟作词来相对了。那法为楷四，乖子则事不成。事通情性啊，故随境治其得失。那这个法呢即门法它是楷定的仪式啊，乖违它的宗旨啊，这个誓言就不能够承办了，承办这个誓言就不能够成就了啊。那这个法不管是即门法呢那这边相对是约即门法约作词啦。比如说你要呢后面会解释啦。解下安居啦，说戒啦，你要受戒啦，说禁啊，这些法是固定的。你如果违背它就不能够成就啦。那四通情性啊，四这边是指词啊，就是这些戒相。这些戒相当中呢，它通情性我们说性有三性啊，善恶无忌啊，这个心啊，所以你的心，那这样呢，随境自己得知，看你是什么心，面对什么境界，那有没有心境相当啊？那就是呢。犯缘成不成就，那犯的是轻还是犯的是重，那所以这个迹象那是大部分是指词啦。所以呢或托三性之缘，或随事机而起，或是呢你呢是依托在你的善心恶心无忌的心呢，那你这个迹象呢也有不同。或是随世间的积显而生起来那这个也不同。所以字句解释啊，五中初句通标，第五个呢是通标这个四法相对啊。四就是为指持的一切诸戒，就是所有的这戒相，比如说杀盗淫妄啊。那法就是作持啊，就是一切结魔法，如呢结就结下，说就说戒，安居啦，治就自治啦，医药受尽啊，及其一切的重别的结魔法。法下呢别是就是分别来解释，出两句明治法义就法为楷四啦乖子则不事不成，这两句。那上列诸法通治一坏，上面呢列所有的结魔法呢是通来自教呢这个一化，所有的自教都通是这样，结魔法不可以改变的，行必有方，违则获罪。你这个方就是它有鬼魔，它这个是固定的，你违背的就获罪了。如诸结魔并托缘成，你要假借这个事缘而成就，我们讲法是人处啊，这个结魔法它四个条件，法是人处，你若违背了它的规定一个，这个结魔法就不成就。
所以必须四准平量啊，就是讲法事人处啊。啊，这边呢，福商集士解释呢是法事人戒，那个戒就是指大戒、自然戒啊，还是做法戒啊？解密码就在讨论这四个字啊，七非简教。那个解密法呢，是属于非法啊。这边有呢，有七非解某，就是人法事处啊。那它有呢，这个七种非法啊。这个我们随机解某呢，这个讲过了，你就了解了啊。所以呢，不可以落入这个非法的条件当中啊，非法非比尼啦、啊、别众啦、啊。啊，法相似啦、啊，啊，喝不止啊，等等，所以故曰法为等啊，只有呢啊，楷式。那四下出自四意，就四通情性。这下面呢，情就是有情，性就是它的善恶无忌这三性。性因情起啊，就是你因为有情的心呢来生起来，所以叫做情性。翻过来。然以情变不常，这个心情呢，你的心啊变化不定的，随缘无量啊，会改变的，故令呢甚至教等尘沙。所以戒律上呢，你的心境就有无量无边的，像尘沙那么多了。是脱净身，故云随境。这个是缘呢啊，假借呢这个境界来产生，所以叫做随境。随着这个境呢而产生的，那所以有犯有不犯呢，所以叫做得失啊。啊，那这个三性犯戒呢，在中卷里面偏居明报篇呢这本书里面都有讲到。现在呢我们稍微引用呢来显示是什么意思啊。比云，脱善缘以心教者，如坐禅、读诵、讲导、开悟。啊，我们要打坐啦，要读诵，要诵经啦，或是要讲法啦、说法啦，要来呢弘扬佛教啊，必正命居怀。我们的心是正命的，是正确的，是利益他人的，不是为了名利的，是要让我们能够降伏烦恼了。那这叫做善心所，此名善法。如果你的目的动机是方惜名利，邪命自居，那动机是不好的，要名要利呀。相状虽然是善的，哎呀，打坐啦，一副非常呢啊，诵经啊，或是讲经说法啦，可是啊，反而成为是贪心的毒药。那如果是坏心障道，不过于此啊，所以就是大圣呢啊，心教防之啊啊，所以此通遮性，就遮戒跟性戒。性戒呢，如慈心断命，你用慈悲心的呢断他命，好心护用三宝等啊，那这些都是性戒。那这个的这个罪相呢，你也要知道啊。遮戒如起衣过受啊，劝真啊，就劝衣架啦、啊、或是过受人家的啊，这个劝真衣架啊，或是这个起衣钵之类的啊，那这些都是呢遮戒。这个过受也是衣服，你超过呢啊，你没有按照衣服的戒啊，啊，超过呢，接受呢，这个衣服也是犯戒的。言不善缘以心教者，如十二等体是不善。我们杀盗淫妄啊，啊，这个身三口四意三，有十二啊，那这个体是不善的，能够广三土啊，就是堕落在三恶道当中呢，增加烦恼障碍圣道，故圣因过自自呢教防之。圣人呢，因为这个过失来制定
这个教法，就律教来防范啊。按照这个是指性恶，就是如果跟这个十恶法啊，杀盗淫妄、杀盗淫啊，啊，这个口业呢，啊，妄语、绮语、两舌、恶口啊，啊，身三口四啊，啊，意三贪嗔痴，相应的戒呢，通通是呢会造恶业的。那如果是托无忌来兴教者，譬如说草土等体虽是无忌，这草还有土地呢，它是无忌性的。那垦土掘地其实呢，它是无忌性的，可是人家外面的人机险啊，土地也有生命啊，草也有生命啊，那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垦土掘地了啊。所以呢，外张机丑，内增心乱啊，所以也就是呢，制约防范，不可以去造作了。啊，那所以呢，是这个会积险的戒呢，也都是有这样的过失啊。啊，好，那所以这里的这一部分就是说呢，戒律的复杂啊，为什么律教呢？它会有复杂性，因为它有指词跟作词不同。那指词作词，指词又跟你的心境又不同，那又复杂了。你的心又有善恶无忌那么变化，境界又那么多，所以指词的境界就多了。那你作词的那个结末法它是楷定的，那这个也会互相牵杂在一起的。你做这个了，你的心是怎么样，可是你要去啊，随着那个境界去转，然后啊，就有这些复杂的这个规定呢产生出来了。所以呢，你在学习戒律里面呢，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事项产生呢？因为现在从指词跟作词来看呢，也是有那么复杂的。好，这个约我们四分律，约我们当中来看呢，前面已经讲过了，用遮戒、性戒来分第一个，第二个用开源或是呢制定来看，或是报体来看，第三、第四用这个机务来看，有各部律不同。第五呢，用四法相对，就是有即末法、有指持、有作持来看。那所以这个戒律呢，它的规定的复杂，跟它要兴起，让我们了解它的意义就很多了。好，总结131页。且略引诸条，刚才我已经把呢前面呢为什么要制定戒律呢那么复杂的状况说明了。博之方义，就大略呢你们就知道了啊。你呢大略呢引上面五这个诸条，就指五种的条例啦，让大家呢知道呢，我们制定律教的这整个方向跟它的主旨啊，它的义理啊。所以总撮包举者，莫非整皆凡庸，心怀泥约而兴教矣。啊，那这个目的呢，啊，如果是总摄一切律教，通包呢，该摄它啊的本意呢，莫非就是要拯救八纪啊，我们这个凡夫俗子啊，一切众生啊，令他们都能够心怀这个泥约，就是指这个涅槃啊，心怀这个涅槃，就是能够呢，向着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境界啊，啊，能够到这个无上菩提啊，啊，而来学啊，所以能够来兴化这一代实教罢了。就是你从呢这么复杂这些呢戒律的设定的啊方向里面呢，它是要摄取一切的众生，因为有不同的众生那么复杂，他的心又不同的众生，所以这些条文就这么复杂。
那目的是要来拯救他们，能够有一个方向目标，通通这个方向目标通通是把这个烦恼妄想的心呢能够降服，然后归向到不生不灭，能够呢证入无上涅槃的地步，就是戒律的本意。好，翻过来，133页。故文允，所以律文讲啊，世尊何故自真戒学，未调三毒故。为什么世尊要治这个戒呢？因为要调伏，要断掉我们贪嗔痴的烦恼。云可为学？为什么你要学习戒律呢？为求是果故，你要得证是果二汉，断掉见识恶惑。所以我们看134页字句解释，引证当中两段都是呢本律啊真三当中啊，这比尼真一里面呢，比尼真一里面呢，他就是用1234567 8呢这样在讲呢，那个数字呢啊跟戒律有关的。那这边是在讲到啊真三，就是在讲呢，因为他1234嘛，所以讲到三跟四嘛。啊，那上二句呢是孔雀冠婆罗门，他问阿难啊的话，下一句就是阿难回的回答。这时候呢，这个在经典上是这样啊，说呢有孔雀冠婆罗门呢到阿难的地方啊问讯呢，然后就问阿难呐 啊。说沙门瞿昙啊，何故为诸比丘真戒学，真净真呢净心学，真波罗真净行学啦，真波罗提木刹学，为什么要自戒呢？阿难就回答啊，是为调伏贪欲嗔恚愚痴令尽故，世尊为比丘自戒，就是要把我们的三途烦恼呢要调伏，而且令尽，就是要让它断尽，断掉这个贪嗔痴，所以来为比丘自戒。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这个佛问诸比丘啊，说这个云何为学啊，诸比丘呢就回答佛啊，说呢大德啊，是法之根本呢，为法之主啊，如世尊所说呢，我等受持啊故学，就是你们呢为什么要学呢？那比丘就回答，我们呢要学这个法，法是我们的根本，那世尊呢就是要叫我们受持这个法，所以什么叫做学，就是我要受持这个法啊。那你要受持什么法呢？那我们要学的就是真戒学、真心学、真慧学，我们要学的就是真啊，就是戒定慧学。那我们能够学习戒定慧呢，得证呢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所以呢要勤勉来修学这个啊，所以要得证四果啊。好，那所以这边这一段呢，就是呢，啊，这个戒律的兴起的本意，不管是怎么样复杂，那都是为了要调伏烦恼、断掉烦恼而来呢，啊，学习的。那制定比丘要学习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来把烦恼来调伏断掉，证入四果二汉啊的缘故啊
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纲。好，翻过来137页。结论，节止下诸门中所述之义，只随前世，令后进者寻挑之本焉。那下面诸门呢？现在我们只讲啊，第一门而已哈，有十门呢。现在只讲第一门，我讲说为什么会有戒律，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意义是什么？那下面还有很多门呢，讲述呢制定的本意呀、啊，啊。这个就是三十篇里面呢，那各个篇当中都有它的主旨啊，那都是指随前世，指随前世就是对着前面所造为的、造作的事情呢，来说明它的意义、自教的意义啊。三十篇里面呢，譬如说你制淫戒啊，淫戒就是呢，那为什么要制定这一条淫戒？那就是在叙述说制定不可以去邪淫啊，比丘不可以去犯到淫戒的本意，不是整个律教的本意啦、啊。啊，就是个别的，就是指持当中就随着前面的境界呢来讲它的本意啊。令后进者就是寻挑之本，就是后面举出十门呢，目的在让后来学习的人能够知挑，这个挑是指三十篇。现在行事抄是不是要写三十篇了？那你呢去在看三十篇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本就是它的义理，它的主旨在哪里啊？主旨呢就是在指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门。你学了三十篇，那是各一篇各一篇，或是各一个条，它都有它的本意，对不对？可是这整个的目标宗旨是要干什么？就在这一门，降伏烦恼，断烦恼，解脱生死，入大涅槃，无上证入无上菩提。啊，如果我们学习的目标忘记了这个第一门的目标，那下面都错的，你也没有降伏烦恼，也没有办法断掉烦恼，又增加很多烦恼，那你这个学戒的方向就错了。好，所以你要寻挑之本。好，第一卷说明过了，这是第一门而已，这是一个总纲。下面第二门开始就分别叙说了啊，他在写行事抄里面呢有一些架构。好，我们看139页。第二，自教轻重义。现在讲第二门，由自教的轻重呢啊不同。那为什么会不同呢？有些教条啊比较重，有些教条比较轻啊。啊，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了，现在在加以来开展啊。所以第二门，所以我们上面有讲了，以机务为先啊，教门轻重隔别，这些呢轻重，有些罪是轻重不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更了解为什么有些呢会轻重不同。好，翻过来140页。轻重两义才断实难，何者？就佛自戒的有轻戒有重戒。那这个为什么这条戒是轻，
这条戒是重啊，为什么你杀盗淫妄是重戒啊？或是你摸触女人是比较轻一点的？这裁断实在很难衡量，为什么？何者？远比能师之教啊，教主穷极之人。能师之教就是，能师就是指这个佛啊。佛呢，施设这个律教啊。那教主是指佛，佛是呢穷救呢一切万法的人啊，他是一切智人啊、哦，所以是佛智的戒啊，你怎么有办法懂佛的智慧呢？轻重呢是他在判的啊，所以佛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又推辞所为之忍，所谓之忍呢？就寻找啊，推寻这个所谓之人，所谓之人就是谁要持戒啊？就是我们啊，我们要持戒是所谓之人，因为戒律是对治我们的。那我们呢，有上中下跟不同的人，所以人为应药之器。这个戒律好像是药啊，我们是有病啊，有病的人要吃药啊。你要用这个药来治我们的烦恼病，贪嗔痴身口意的烦恼病，贪缘躁动的毛病。所以我们人呢啊，是佛是施药，佛好像是医生，他开药方给我们吃。那我们人呢是要去吃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药方到底是怎么开的，我没办法知道。所以药病呢相扣，那你呢，如来呢，他呢开这个药方，我们是病人呢，我们是众生，这个根基是病人呢，那来相扣，就是呢随病与药啊，啊这个药方就有不同啦，每个人病都不一样啊，所以他开的药方呢啊，有些呢是补药，有些是泻药啊，那个轻重都不同啊，所以利润无方啊，他利益呢随不同的根基的病，他开不同的药啊，他利益众生呢就是没有一定的啊这些药方了，所以其可以情断呢，用我们自己的心，凡夫的心情啊，凡情来裁断呢啊，世尊呢是什么意思？所以灵父言论测之，测就测度，我们怎么有办法来测度佛的啊这智慧啊，说呢啊这边是轻啊就是应该是怎么样，那边是重啊就应该怎么样，我们怎么有办法来测度佛的智慧呢？实际上是没办法的啊。说你说杀人，杀人得重罪，杀非人呢降一级罪，杀畜生又降一级罪，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们要来测度，要来呢啊这个分别它，那这个是很难的啊。好，看141页，根恶寻闻可救，虽然从何其远标，实披于来意，再文自显，何假正成，今叙思大略，所谓有期。虽然是这样啊啊，我们是很难测度佛的智慧啊，但是重复的来呢研究，何就是研究啊，来考核研究啊，这个律教的整个远大的目标啊，实在是在加批呢啊，我们后来学习的人啊，所以再文来意就是后来学习的人，再文就是律文，律文上呢他自然他呢自本身自显，就是本身有显露出这个本意啊，何必再假借其他文呢，或是其他的部律来证明成就呢？现在呢我叙述呢啊佛是当机呢啊大略的意思啊，
啊，这是指这个种相有七种啊。这在律文里面它就自己有显示了，是指啊，我们说呢，如来自戒有实力啊，如来呢制定这戒法有十种利益啊，啊，这个摄取一生，令生安乐啊，这个有惭愧者安，难调者调啊，断现在有漏，断未来有漏啊，这个令正法久住等等。它有十种利益呢，在律文里面每一条戒都说有十种利益，所以它律文里面就有显示出来了啊。好，那这个下面呢，他讲七种，我们看啊，道宣律师的标举啊，他举出为什么会这样有轻有重呢？我们看142页，第一，心厌见钝。第二呢，结正业科。第三呢，报果不同。第四，摄去优劣。第五呢，起情虚实。第六，开智互利。第七，约行张义，如宣敬二仪也。啊，那这七门呢？啊，那宣敬二仪也，宣就是指这个喧闹的地方，就是聚落；静就是比较清静，那是阿兰若。这两种呢，啊，仪式啊，啊，那这边呢，字句解释，我们看别列当中出力。准业书当中明受舍顿见，那受戒跟舍戒，那它有顿有见，就是一次就舍戒的，或是慢慢在舍戒，所以先五次时后聚明见。我们受戒呢，先受五戒，后来再出家受十戒，受完沙弥十戒，后来才去受比丘具足戒。比丘尼也是这样。那净受具足戒，有些呢一次净沙弥戒没有受，他就直接受比丘戒了。那三种戒具得名叫顿。那是在规律都戒律里面每年有些呢规定的啊。这些有些不可以这样子做的。那舍戒呢，舍具足戒，那你也是有顿有见，你慢慢舍，先舍具足戒，我做沙弥，或是呢，那就是舍沙弥戒，我做五戒，舍五戒，我做白衣净人三归五弟子，那这样也可以，这叫见。如果是顿呢，啊，这个直做白衣明顿，我舍比丘戒，我做白衣，那这样子就只是顿啊。所以有顿有见了啊。那今曰持犯篇中不学无知，顿见是知。那持犯方给篇里面呢，里面有讲到这个顿跟见呢，那不学无知也有约顿啊。我们呢受戒五年以后，五年以后你的戒律你都不学，或是你无知不学，那这样呢你会有顿见不同呢来结你的罪，你就是犯戒了啊。
这简单讲啊，啊，这边不多说了哈，因为要到不学无知界里面，你会再详细再讲。好，再看143页。戒疏云：行为本受厌而不学，故名止犯。你受了戒以后呢，你的行为啊都违背你本来受戒的愿望了，你呢讨厌不学习戒律，所以叫做止犯。那不学呢，顿见呢，有心通举，起心有通举啊。你不学习，有时候是慢慢不学习，有时候是一次一下子就不学了。那起心呢，有通有举呀，啊，你的心呢，啊，有通一切戒都不学，或是呢有局限啊，我哪些戒我不学？那无知呢为局限，为局限在这个戒，他慢慢无知了，啊，那如果你缘尽不了啊，犯这个不学的罪，就是你。这个境界你不了解，没有去学它，那这就犯这个不学的戒。那见中随境解故清，你慢慢呢，随着境界的变化，你没有学，所以不学的罪呀、啊，它犯的比较轻，它是突击罗啊、哦。那顿则一切犯故重，而、啊、你不学呢？一切都不学了，那你就是犯呢，那你就比较重了。你到最后呢，这个什么都无知了，那你就会在家变成不一体了啊。所以这个不学呢，出呢这个受戒的说相啊，你要学习呀、啊。那这个无知呢，不设听戒。你在说戒当中，你不专心听戒呢，啊，那你说我不学了，那这个先从轻戒开始接起。你说我都不知道有这条戒，好，那你再加一条罪，这就不学无知了，不设听戒了。那这个是从第一个来看，就是有轻、有重、有顿、有渐嘛，就是这个戒相里面，他举这个不学无知来看第二个结正业科及偏聚之罪呢，各从种类，并约七之业理轻重来分上下。啊，就是呢，这个。七支深三孔四啦、啊，啊，那这个偏聚的五偏七聚啦、啊，我们比丘戒里面的这些罪呢，它要分很多种类呢，那都是每一条每一篇的种类啊，都是按照我们的身口，你的身动了什么罪？那这个犯缘有没有成就？你的嘴巴有讲了什么没有？有些是你身有动作，嘴巴没有讲，啊，或是反过来，那这边就有分轻重了，啊，所以在偏聚明报里面呢，那这些呢，啊，有在讲到这个数这个六法，就是五偏呢，啊，五偏呢是。七句里面呢，啊，数这个六法，就是从呢这个罪科呢，我们从突击罗开始算嘛，啊，突击罗啦、波微提啦这些呢，啊，这些呢六法就是这个六种罪名啊，啊，六种罪名，我们说呢五篇七句，七句，那其实它罪名只有六个，啊，从波罗夷到突击罗，那罪名六个而已，啊，所以
来分呢，你的身口呢不同来分这个正结，结这个业课，就是你的罪业，罪业这叫做什么罪啊？波罗夷，这叫什么？土吉罗，这个罪业，所以是有轻有重。第三，报果不同，就是我们的果报体有差别，所以男女黄门的恶行之类呢，啊，那你呢？如果是这个淫欲呀，那这四种都是犯重罪的。那你如果摸畜啦、粗语啊、蔑价等啊，则有轻降，啊，那这个是又降一级了，你没有犯到重罪。虽然呢跟你男女有关的，可是那这个就是二偏以下的啊，那这是约呢你果报不同，那这个你可以去了解它果报不同的时候呢，男女啊不同啊，你摸出男人摸出女人啊，那这个也不同。好，所以你可以看呢这戒条的解释，翻过来144页。第四，摄去优劣，律敏去有三种，人及非去，就非人跟畜生。非人一种呢通含四去，非人包括呢天，就天人、修阿修罗、鬼、恶鬼，还有地狱的畜生。又非畜当中各有男女黄行，就黄门啊、恶行啊，恶行就指阴阳人，那在戒本里面它有列入。所以人去为优，就是以人为主了，畜生则劣，非人呢通优劣。那所以呢这个呢有轻有重呢，譬如说呢第一条这个淫戒啊，那人去世界俱重啊、哦，那这个约呢你对人呢来犯淫呢啊，还有这些呢非人畜生啊，通通是犯重戒的，你跟他来行淫欲啊。那如果是这个非人淫重啊，愚难呢啊，畜生淫重道己，那非人在其他的杀盗淫妄呢，淫戒他是重罪的，非人他是重罪。可是你如果偷盗啊非人的东西，跟非人打妄语，那这些都降一罪，是懒罪。那畜生呢，你如果对畜生那淫欲，那是犯重罪。那其他呢，你偷盗畜生的东西，跟畜生打妄语，那些都是呢啊，这边讲啊，盗是己，是己罪，突击楼罪啊，所以畜生会降，再降一级罪。那杀有智懒无智体，那杀呢，你若杀有智慧的畜生，这个畜生会讲话，你杀害他，那比较重，是懒罪。没有智慧的，就是他不会讲话的畜生，你杀害畜生提罪啊。那其他的篇大家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些呢因为报体不同啦、啊，啊，那这个呢，或是他的众生呢，那轻重也不同。第五，起情虚实者，这里有不同的解释。一如谤妄等戒，情虚故重，情实皆开。比如说你毁谤啊，或是讲妄语呢，你本来就是虚构的，你是要诈骗的，那这样就犯到重了。你讲的是假的，那这些都是重，犯到那本罪。如果你讲的是实，你讲的是实实在在的，你没有实在就没有诽谤了，就不是妄语了、啊、或者你的心事实上是你看到的是这样，你不是在讲妄语，那这样没有犯重，就是说开源。所以这个里面有诸戒的净想啊啊，也有讲到情虚故重，疑想故轻啊，
所以这些都有轻重不同。哦、好，先讲到这边，向下文采未来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1005年5月2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护法诵经日，药王药上殊胜功德日，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三昧水忏，护生慈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9月24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孝亲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下午1点恭诵地藏经，地点南投张善堂，南投市福兴里南岗3路97巷2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以佛法来助人，所以宣说佛法，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好好的实践佛法。我所宣说的佛法
一意实修，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注意较大。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请问仁波切，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要如何解决？仁波切回答：我们多多关照自己的内心，怀着什么样的心来面对现实的困难，才能得到幸福，是非常重要的。以我之见，生而为人，我们应想尽办法做一个好人。内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最主要的是修行人，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有利益其他众生的心，透过善良的心，就可以走上幸福的大道。因此，作为一个善良的人，具有利他之心者，不仅自己幸福，而且还要带给社会和乐。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各位大德，各位爱化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以两件比较大型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华花艺的一种作品的一个壮丽的一种美感啊。那我们知道呢，中华花艺它有些作品是非常的小巧可爱啊，可以拿在手上啊，指尖上面小小的作品，但是也可以是大型的作品。那当然呢，如果我们用瓶或缸来插，插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呢，那作品非常的大作啊。那今天呢，我们试着用篮子来做一个创作啊。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我这边给各位展示的这个篮呢，我们称为愿体篮啊，愿体篮。那这个花篮呢，其实不是现代人编的。它是呢现代人仿宋朝的李嵩的兰花图所编制的一个篮啊。那这个篮呢，我们可以插很简约的一个花型啊，虽然篮子大，但是可以插做简约的造型啊。那今天呢，我们来插做一个比较大型的作品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在正式的场合哈，或者用在比较有一点点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所应用的哈。好，那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一只这样大型的松啊。好，那我现在里面固定的用的是海绵啊，海绵哈。那如果这个松呢，它不好固定的话，我可能就要加一点点的木头去固定它哈。但是呢，今天这只松还算蛮好的哈，因为它虽然蛮大只的，但是它的这个轻盈度蛮够的，所以一插上去之后呢，它就蛮美的啊。所以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哈，它所形成的这个空间的一个美感挺好的啊。然后我以松呢做四面八方的一个放射跟感觉啊，因为松呢自古以来就非常受到很多的很多人的喜欢啊，而且松这个花呢插起来呢，就是很美，而且很特别哈。好，那我在三个角落啊，用松给它构成有一点点不等边的三角形啊。那各位可以看到，我这是三只松的那个比例是有高低的啊。比如说，这只的高度是比较高的哈，然后这一只的高度是第二高的，然后这只的高度是比较短的，所以三只枝之间呢，必须要有大小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我在插完松之后呢，我接下来用一些些的薄哈。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啊，用的花材比较多哈。好，然后呢，我用了一点点的这个薄呢啊，好，我把它做这个中间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应用哈。比如说呢啊，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我把这个薄呢啊放进去啊，然后这个薄同时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啊，就是它可以帮我把这个下段的这个海绵呢啊做一个修饰。那有些人会问说，哎，这个中华花艺呢，它不是一个古典的花艺吗？啊，那为什么会用海绵来插座啊？那事实上呢啊，我们知道呢啊，任何的时代啊，那有这一些很适用的东西啊，我们不用去分中式或西式啊，就是说不要把它定位为说以西式的海绵来插花啊，就是西洋花啊。那事实上呢，它是可以有当下的因缘的一个应用的方式哈。
好，那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呢，我现在应用的这个钵啊，把这个空间呢哈、做这样的一个放射啊，然后把下段的这个空间也把它补起来了啊，那我们会感受到一种空间的一种绿油油的一种美感哈、好，那我现在就开始来做我的主花的插座哈、好，那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啊，我今天所要用的这个花呢非常的美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芍药啊，而且有时候我们要买到这个颜色这么美的芍药呢啊来插座，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那自古以来呢，中国人就特别的喜欢牡丹芍药啊，所以呢不只是在宫廷插花喜欢啊，中国的民间也非常的喜欢啊，因为我们知道牡丹呢芍药都象征一种花开富贵啊，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花呢啊，它真的是美极了啊，因为不只是颜色的一个缤纷灿烂的感觉，而且它花型非常的饱满啊，所以难怪自古以来呢很多人非常喜欢牡丹芍药的一种贵气啊。好，那我把这三朵的这个芍药呢啊插出一个不等边的一个三角形。好，那好，各位可以再欣赏一下哈。那自古以来我们称为牡丹为花王啊，那芍药为花后啊，或者我们称它为花相啊，那就是呢它是独冠百花之前的哈。那我们在那个梁皇跑忏呢《十供养》里面呢，我们也读到那个花奉献文殊供普贤啊，那牡丹芍药真看现，百花谢纳黄金殿，花开花谢赞金莲啊。所以呢在佛前最殊胜的供养呢就是牡丹花或者是芍药花哈。好，那我再插了中国呢在唐朝开始啊，就以芍药为国花啊，芍药为国花哈，就以牡丹为国花哈。那这个牡丹呢，好，我让它有一些做后段的部分啊。牡丹跟芍药最大的不同呢除了它的这个诗经呢在3000多年前就记载了整个芍药的这个典故啊，那牡丹反而比较晚一点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那但是呢为什么牡丹独冠天下，最主要就是说呢，牡丹花它本身是木本的一个花啊，所以我们称牡丹为花王啊，那芍药为花相啊。那在台湾呢是不容易有姻缘可以插到牡丹花的哈，因为只有在森林溪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牡丹花啊。那我们有时候在花展的时候呢，他们会送下来一些花哈，在参与我们的这个花展啊。但是这些年来有姻缘到中国大陆去啊，那就有好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中国的一些各个品种的一个牡丹花或者芍药花哈，你才可以感受到那么的缤纷啊，那么的圆满哈。好，那我现在呢在插完了这个五朵的这个芍药之后呢，我加一点点黄色的色彩啊。那我现在用的这个花呢，我们称它为文心兰啊，或者我们称它为跳舞兰啊。那各位可以感受到呢在这个芍药呢，虽然它很缤纷啊，而且它很鲜艳啊，但是呢，它的花朵呢，我们也要加一些些比较有跳跃的奔放的一些花朵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我现在在后段的地方呢，加一点点比较亮色的亮丽的这个文心兰啊，然后在比较西北的这个角落。在比较西北的这个角落呢加一点点不同的质感的一些花哈，好，所形成的这个四面八方的这个花的一个感觉哈。好，那我接下来呢再用一点点的这个松果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些很美的这个松果那这个松果呢也是在我们插花的时候
很喜欢用的一个花材哈，因为这个松果呢，它也是从南非哈一些国家进口的一些花哈，然后它很耐啊，而且它插花的时候那个效果也非常的好啊，但是它的那个价位呢，蛮高的啊，所以我平常在插花的时候，除非有特殊的因缘，我都不是太常给我的学生拿来运用啊。那我在这个下段的地方呢，加一点点这个松果啊，好，我们加在这个四面八方的地方哈，好，各位可以借这个机会，因为我再补一下我的这个后段的地方呢啊，然后加一点点这个松果哈，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主花呢啊，可以稍微再调一下下啊，我们让这个整件作品呢啊，就是它可以四面的观赏啊，因为我们东方的花艺呢啊，我们一直把它定位是一个艺术品啊，那西方的花艺呢，它会比较把它评定有一点像啊，除了艺术品之外，还有这个商品的功能，也就是可以用来送礼的啊。那所以我们东方的花艺大部分都以正面示人啊，就是以正面为主啊。那但是这一件那个龙胜的理念花呢，这个院体花的一个插法呢，各位知道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在中国古代是应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还有宫廷中哦，宫廷中哈、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如果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的展览会场哈、哦，或者是书画展啊、哦，因为有时候那个书画展的会场呢。如果我们用一般很稀花的花呢，会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有韵味、有气质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他就会很希望有类似像这样古雅的中式的这个花艺呢，能够作为这个衬托哈、啊。好，那我在侧面的地方呢，加几朵的这个黄菊啊，那这个黄菊加上去之后呢，就可以更增加整个作品的一个色彩跟古典的一个感觉哈。好，那我现在加一点点白色的这个素心兰哈，这个我们称为小苍兰啊，或称为素心兰哈。那有时候我们在插这个花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两种表现，一个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花呢彼此不同的花互相的交错间距插在一起。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呢，我们可以把同样的花材尽量让它插在一起那这样的作品呢，它就会感觉上比较不会太乱的感觉那不然有时候呢，这个花呢，我们可以插到十种花材那我们称它为十全十美那如果说有时候用的花多到十种的时候呢，然后在插座的人如果他没有很有经验的话，那插起来那个作品就会感觉上有一点点乱好，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有一点点采用把比较接近同样的花材呢是应用在一起比如说我现在在插这个白色的这个素心兰呢那我就把它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插，然后黄色的菊花我也给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呢文心兰呢，就是这个跳舞兰呢，我也让它是集合在一起的好，那我把它稍微的让这个白色的素心兰呢在这个区块呢让它也集合在一起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黄色的菊花还有粉红色的这个芍药还有白色的这个小苍兰它们之间都做一个群组的同样花材组群的一个设计好，那我在后段的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刚刚有说过这个花呢，它不只是正面要看起来很美，那后段也要看起来感觉很好那我接下来就用一些好，这边还有 一朵白色的素心兰我让它从后段前段延伸到后段，可是后段呢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空空的那我们说过其实这样的花可以用在现代的比较古典的一个正式的场合那如果说后段我们没有插上花的话，就觉得人家如果从后段欣赏的话就有一点点可惜好，那像我自己有很多的因缘可以到国外去做这种花艺的一个表演那包括到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去做这个表演的时候呢这个
仿宋的这个院体蓝的这个插花的方式呢，一直也是我自己非常常常的应用在给很多外国人做介绍的时候啊，让他们可以看到哇，中国在宋朝的时候呢就有这么美的一个花篮可以运用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哈，因为即使一千多年之后呢他们都还很难能够编织出一个这么美的一个篮子来做花器的一个器皿哈。好，那我在后段呢加了几朵的红玫瑰哈，然后在侧面的地方呢我再加几朵的这个粉玫瑰啊。好，那这个花型呢我偶尔会教我的学生他们插座啊，那我学生他们呢都非常的喜欢啊，那每次家里只要有人结婚呐 订婚呐哈，或家里有长辈过生日啦那或者是先生过生日的时候呢，那他们都会为家人呢插一盆这样子很隆盛的这个这个兰花哈。好，那我现在呢把这个红玫瑰呢让它四面八方都能够圆满所以我们说这个花呢我们也是一种非常圆满的一个祝福的一个花哈。好，那我在前段的部分呢再用一点点粉色的玫瑰做一点点这个空间的一个应用。那各位可以看到呢，现在前段的地方就更饱满了哈。好，那我从侧面看，就发觉这边呢还是可以有一两朵的这个花的一个布置哈。好，那后段呢，除了红玫瑰之外呢我再加一两支的粉玫瑰感觉上玫瑰就是让人家感觉非常幸福的感觉哈。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呢，工作的压力很大哈，然后好像。感觉上常常都是比较忧郁的那所以呢我觉得玫瑰花呢它有很好的一个正面的能量让人家看了这个玫瑰花呢虽然很多人觉得玫瑰花好像很平凡很普通但是我个人觉得玫瑰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疗愈的功能而且它的那个能量很好各位都知道呢其实玫瑰的精油呢是所有的精油里面最贵的因为要用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玫瑰花才能够提炼出一点点的精油出来好，那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呢我现在呢整个作品四面八方都是这么的饱满跟就是圆满的感觉这是一个以仿宋的院体蓝所插作的一件可以说集合天地间最圆满最富贵的花朵在一起的一件非常充满祝福的一件作品。下一件作品呢我们也是用一个这样子很丰富的一个篮做我们这一档节目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 ending 哈。那个这个篮呢我们称它为六角篮那它的编织呢也非常的精工那我们很多的同学都非常的喜欢这个篮因为我们刚刚用的那一个篮呢它有它的一种贵气的一种美而且豪华的一种美但是这个篮呢它在我们现代的生活空间呢它是挺好的就是它的大小呢放在家里很刚好那篮也是一个蛮适合现代人的一种花器因为篮本身呢它就是很轻所以我们在移动它的时候呢就很好用所以说呢这个篮就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喜欢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现在用的这个是一些樱桃果因为这样的樱桃果呢非常的垂涎欲滴那感觉上
很可爱哈。好，那配合这个樱桃果呢，我今天用这个粉香百合啊，一朵做它的这个主花啊，做主花哈。好，那我们把这个粉香百合呢，啊，有一点点向45度向前倾，哈。好，那各位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个樱桃果啊，跟这个百合之间所形成的这个空间的一个美感啊。那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我让就是在学习插花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花插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运用一点点这种叶面的花材啊，来做一点点动感的表现哈。比如说各位看到我现在手上的这一个半叶兰啊，半叶兰呢，我们就可以做做一点点修饰，而且呢，对于这个本身有一点点鼓鼓的，然后刺刺的这个花材呢，也可以起一点点这个柔和的这个功能哈。好，那我把这个叶子稍微的让它比较细致一点哈，然后比较有一个动感哈，跳动的一个感觉。好，我把稍微这样子啊，把跳高运用一下。好，那我们再一片哈，因为我们这个篮不是太大啊，但是叶子本身呢，很就是比较比较。大片的哈，所以它在这个整个作品的比例，我们让它不要占到太多哈。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我让这个叶子呢啊做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分量的一个减轻哈，然后这个叶片呢它也会回飘过来啊，那就好像衬托我们那个百合这个主花的这种感觉哈。好，那在应用完这个部分之后呢啊，我来用一点点的叶片啊，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叶片啊，好，我用的这个叶子是，我用的这个叶子是那个比较厚实、比较硬的一个叶片哈。好，我们把这个叶片呢，好做一点点的这个衬托哈。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懒人叶啊，就是大叶这个。这个叶子哈，我们来用一点点叶子啊，好，然后呢，叶子之外呢啊，我再加一点点这个电讯兰叶啊，做它这个后段啊，我先把这个空间的叶面的效果呢啊，先把它做出来，好，再加一片的叶子啊，那叶子最主要我现在所用的这个功能呢，是以它来衬托我们的这个主花，好，那各位阿哈菩萨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感觉，好，那我在这个侧面的地方呢，我来加一点点的这个海鱼啊，就是增加一点黄色系的感觉哈。好，那各位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个海鱼哈。啊，那其实我们刚刚用的那个芍药哈，那接下来用的这个是粉香百合啊，那最主要也让大家可以。尝试用不同的花啊，因为各位知道呢，芍药呢，哈，这种花不是常常有的啊，也不是说你随时想要买就有的哈，因为它都是进口的花，那有一定的一个季节哈，它不是说你想要有就可以有啊，那有时候我们就可以选用什么百合花来做啊，那百合呢也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花哈，因为我们知道百合象征百事和合啊，那百年好合都有很好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含义哈，好，所以我今天用了百合做主花，然后这个海鱼呢做护花啊，好，那我那各位阿哈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下哈，好，那我在大家欣赏这个花的同时呢，我做一点点后段的这个枝的一个补充啊跟修饰啊，我用蓝柏啊帮它做一些后段的空间的一个修饰之后呢啊。那我们在后段的地方呢再加上一些些幸福的一些玫瑰哈，好，因为后段的那个空间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呢，它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过这样的一个隆盛的花呢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花呢，它是可以运用在比较重要的活动的空间哈，或者是一个宴会的一个场合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角度的一个圆满啊。虽然说不一定要像我们前面的那一盆啊，把花插到这么多，不管是前宫或后宫呢，都必须要有一些
有一些些的花可以看到哈，所以我现在再加一点点的这个玫瑰，再加一两朵的玫瑰哈，好让我们的这个作品呢，它的每个角度看起来呢，都是圆圆满满的哈，那饱饱满满的。地方再加一朵粉玫瑰哈，那当然如果说您觉得玫瑰很容易谢的话哈，可以考虑用比如说桔梗啊哈，或者康乃馨啊哈，这些花呢都是很适合运用的哈。好，我在后段呢再加一个玫瑰，后段的这个部分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件作品呢，我们以樱桃果为主啊，然后呢，事实上呢，果实本身就有一种吉祥的一个含义啊。那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果实呢，就觉得就是能够开花结果的花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花啊，所以我们今天应用这样的一个六角兰。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华花艺除了在艺术的价值之外呢，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实用价值，因为这样的两件作品呢，它都具有艺术的历史的文化的一个传承的意义，而且用在现在的时代真的放诸四海皆准都可以很灵活的去运用它那非常的感恩生命电视台这个美好的姻缘那我们导演摄影师所有人的辛苦，还有我亲爱的很多的同学他们的帮忙让我们这一档的佛心花海可以圆满的录制的这么好那在此致上我最虔诚的一个感恩之心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护持中华护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能严法会，恭送能严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9月20日星期二至9月24日星期六，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日期9月25日星期日堰口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和尚主法，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觉照您的佛性不